糖水的比例是2:1，熬成怀念学生时代的零食是什么？放进烤箱190度30，我偷吃过的干脆面就做好啦。看看今天的食材，除了蜂蜜都是黑的，尽量打得细腻一些，记得摇一摇，不要加水哦。倒入先前打好的粉末，翻拌均匀，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黑。在搓成圆球之前要先捏紧，先将侧白叶放进清水里浸翻叶，清水刚刚好没过。学会了，让你体验。听说睡个好觉比得上十片。倒入清水，来块红糖。前几天做的藕粉，大家都很感兴趣。苹果削皮，切入枸杞、红糖，一碗下去喂暖羊。有女朋友的，别的可以不一定要会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上玫瑰花，冷却，反而会越嚼越香。今日的配方在屏幕上喽，记得做好笔记。